千呼万唤始出来，卡达世界杯足球赛正式开踢了。地主开幕战不败神话竟然被厄瓜多给打破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今天的体坛分析师罗宾车坛单元将要送上一集方程式阿布达比的封关战，哇，最近中东真的很热闹，还有 WSBK 的澳洲封关战，以及第69届澳门大赛的精彩赛事，可千万不能错过哦。上个周末魔兽在台湾掀起了一股 T1 狂潮，同时很多 NBA 的球星进来进来，赶快大家都来台湾打球，所以今天的 NBA 赛事绝对不能错过哦。今天要送上太阳对战尼克，勇士出战火箭，勇士客场无法赢球的魔咒今天能不能够被他们打破呢？精彩的赛事都在今天晚上的体坛观测站 See the difference。